像你是不是看我在北京有点太孤独了，然后你就是给我介绍介绍朋友什么的，我接个欢乐豆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师姐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你搬家了吗？没有，我在北京。哎，你师姐，你住哪？你住哪一片啊？是 CBY，我住北京啊。哦，我是，你那块会投诉吗？不会投诉啊，哦，那也是你可能后半夜不太唱歌的事儿，没有，也在唱，只不不过是。就唱的比较少，我而且就看声看音也没图那么大。文还有谁在，我就连一下子。我刚听师傅那个什么吃泡面的，我寻思连一下师姐。你这也太吓人了，你下次不来了。没有啦，可能一辈子就这一回啦。木子，不，再说。哎，那边可干了，是吧？你买加湿器了吗？家里有加湿器，但是我懒得给它往里面灌水，太懒了。哦，然后就是这边真的特别，你是要来北京吗？但是我还没找着，我就找了1个多月、1个来月房子了，也没找着。要不你来这边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你住我这房子。你要搬走吗？我要去上海啊，你这个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在朝阳大在悦城这边。长乐城那边。对，哎，能放得下直播的，就是跳舞的地方吗？好像放不下，因为房子比较小。又开车了。他就是怎么了呢？就纠结在哪里？其实不是不好找，就是我想离大学近一点，但大学里面的房子都是，特别是厕所那个位置，特别阴森恐怖，我自己住我还害怕，就是阴阴暗你暗要的来那北京种。上大学吗？然后他如果要是说就是离大学远一点的话，那又出现一个问题，我要是找一个能放得下跳舞这么大的，就比如客厅的话，那他就得80平左右，他又特别的贵。我这边的房子差不多不到100平，90多那肯平，定放得下啊！但他卧室特别小，我可就以在客厅除非啊。你可以就把床什么的搬出去。搬走，然后留一个卧室睡觉，然后留一个，然后客厅平那师时。姐，你那多少钱一个月啊？我刚才还租的时候好像是，不到1万块钱，好像是没有算物业费之类的，就是光是房费好像一个月是七八千，好像是。物业费还要我自己交啊？我也不懂哎，就是反正我跟阿涵当初，我俩租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是好像差不多10万块钱吧，一年。好然贵后啊！再加上其他的，反正 有我没有俩一在这个个月房子三里千面多刚的有一呀？点家的感觉，然后就要搬走了。那楼上楼下唱歌都没有关系吧？南屋做隔音了吗？没错啊，但是这个房子一层大概就分两边，一边是四户，一边是四户。然后就，其实应该也没什么声音，就只要不大声喊的话，其实没问题。你唱歌都没事儿了是吗？没事，没有人投诉什么的。你要是想就是那种，你可以去通州，就是5、6千可以租个大别墅的那种，然后特别大。太远了！我上个课，我得跨个北京，太难了，你太学校难了，在哪里啊？在西山那儿，西山那儿，西三是哪儿？西三环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西山那块不知儿，道在哪。我在东城，没有，好像基本在北京没有去过西城。你们把我干河北地界更便宜，哥们，咱们干，你们说河北地界多好呢。我今天回来特别可怜，刚到家的时候，然后我给阿涵打电话，我说家里怎么没电？家里怎么没电啊？怎么停电了？哎，你他俩说人咱们住家还电挺卡里好面的，就剩10块钱了，你省着点用。那你一会儿用一用，岂不是就没就就没了，我不知就道啊，没有了？可能播着播着就跳闸了，你就可以拿微信去交啊，你管那个这人个小区叫。不可以啊，必须得去楼下交那个交物业，不是去楼下物业那里就是充电卡里面的钱。
能用两天吗？哎、时间我明天白天就去冲。你那楼下还有人，还有地方租吗？嗯，因为我觉得咱时间好像窜不开。等我去了，我应该再逼你走之前去。哥们，咱们俩走66吧，太少了。你什么时候？你什么时候来？我想月初月中旬，那倒不出来。6月10号左右，是不是？我差不多得7月份才能去。哦，对。7月份有点，哎，我的嗓子是怎么了呢？怎么哑了呢？刚唱了首歌就哑了。嗯，现在身体好娇贵啊，多喝点水啊什么的。哎，我觉得你那个衣服感觉随时都能掉，感觉随时都能掉下来。啊，它掉不下来的，它这地方能卡住。你看它这个地方小，尽管这个地方比较紧，它是掉不下来。它掉到这块就很勒，挺就卡住了。嗯，哇哦。我师姐一直都是要安安静静的，欢迎微笑哥。羡慕吗？没有，现在不流行大胸了，现在流行平乳。对对对对，平胸才是潮流。你看那些国际名模都是平的。哎呦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啊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这个笑声我没有搞好，这个太大声了。我们这边听不着笑声，师姐听不到啊。听不着，震死我！听不着，听不着。他这个有的像，现在流行那种微乳，就是你看什么模特走秀啊什么的，对对对对，都是那种微乳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像那个，婉儿这么大的胸，就是他们超，就是他们超模子嘛。穿如果要是有胸的话，他穿衬衫不漂亮。哦，是叫卡卡的，我卡吗？师姐，你看我卡吗？不卡呀。欢迎李豹哥。这么多人说我卡呢。可能是 YY 的问题吧。哦，你卡是吗？那就行。不是我卡就行。太多了，票好多呀。什么东西太多了？嗯，我说你这票好多呀。没有，我也莫名其妙的，就是、哦、好多票。刚给我刷礼物的这个人呢，就是他平时不给我刷礼物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连你就给我刷礼物。你回头你注意点他。啊，他的名字叫做 CBY。不是，他要是去你直播间的话，你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一连你就为什么一连我你就这么刷。哎呀，可能是丑陋比较欠打吧。谢谢你开动的守护啊，谢谢谢我大傻鹤。嗯，我的妈，我嗓子怎么这样了呢？感觉唱歌都唱不了了一会儿。嗯，这是苍穹哥吧？哪个是苍穹哥？不是。你们刚刚说的 A 哥是谁呀、啊？我就感觉我好像认识这个 A 哥，但是我又突然想不起来 A 哥是谁。A 哥是谁呀、啊？你们能不能提醒我一下 ？A 哥，就特别特别熟悉、啊。嗯，师姐拜拜，一会儿你也早点睡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拜拜。哎呀，太。A 哥，那刚刚你们在欢迎谁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以前阿涵有一个 A 哥是吧？嗯，好好好，晚安晚安。